没劲儿，我以为上了。你撑着，你看你这脚，我就跳不了啊！我想去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这么就放弃了。因为我之前曾经在这个蹦极的台子上没蹦下去过，然后我觉得这次我都已经长大了，好像我已经可以做一些事情了。好，来吧。我们都这样了，你还给我们背 GoPro， 哇塞！哥紧张了啊，是挺害怕的。行，加油！怎么加油？就你撑啊！哎，下面是水，没事，没事，水好跳。你要说水泥地的，我这也好跳，不要紧，是吧？是啊，每天来醒了吃完饭先跳一个。我每天都跳，是吧？先跳几十回，是吧？先跳几十回，是吧？好了，来吧。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加油！加油！你冷静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好好谈。根本就不叫事儿，就是。哎，能不能把认识我的人先清走？先把脚就露出去啊！啊，等会儿，我们现在不用考虑时间。心里特别纠结，真的特别纠结。我真的是瞬间一秒钟在，好像在找一千个理由，就是自己怎么样才可以不跳。那海棠，我特别理解你，你上次站了两个小时。你说什么？我真的听不见。听不见就算了。全部都是认识我的人，在那边喊张亮加油，张亮加油。我说，这不就不能清醒人吗？因为有前车之鉴，看过别人去跳过，所以我觉得，既然来了，既然绑上了，既然自己站在第一个，我觉得就试一下吧。准备好了，好，我喊大一，你叫我谁打？好。
真的是要着牙跳。好呀的，好呀的，好呀！恭喜你通过了，小事儿，小事儿。